我觉得捡剑比射箭难哎、欸。你老师哎、欸，我要射你。好的，过去了，谢谢。当防务人员真的很辛苦哎、欸，这边又是24小时在 stand by 的服务生。哎、欸，很漂亮哎、欸，这个算是。现在还没有被那么多人知道。哇，大家好，欢迎光临爱上喜翁。Hello， 你好，是等你们好久了。那我现在帮你们分配一下任务，尾鱼麻烦你帮我们的厨房准备下午茶餐点的这个部分，还有接待客人。那等一下我会带着钟哥，我们接待客人射箭的这个活动部分。哦，我们要到这个靶的后面，这边来捡一下我们客人射出去的箭。我们来看一下这边，哇，射到这么后面，哇，这么多啊！这个90度哎，对，天哪，这要上去捡啊！是，我老天儿啊！哎、欸，你看他还要钉一个这样上去，你就知道这个多难捡。我觉得捡箭比射箭难哎。是的，所以这是我们工作人员的一个工作。哎、欸，这蛮危险的工作哎。哎、欸，这个不好，这个很危险哎。你老师呢？以捡得到的为主，捡不到的我们再请。我射你！哎，你们好。觉得今天的下午茶好吃吗？喜欢吗？觉得冷面好吃。冷面。哎，是乌龙面对不对？对。喂喂，有客人需要毛巾，还有水，还有冰块，请您到中心站来。尾鱼收到，尾鱼收到。Oh my god！ 好想睡觉。哪一号房的？哇塞，要收这么多？没有，这是明天要用。我真的吓死哎！这是他们要的冰块，6号，6号账。好，谢谢小毛两个。好，冰块没有两位。好的，过去了，谢谢。当房务人员真的很辛苦哎，这边又是24小时在 stand by 的服务生。这里是7号，6号跟在那边。6号账的伙伴们，打扰你们了。嗨，来，嗨，是你们呢。来，你们的冰块。哦，谢谢。来，你们的水，还有你们的毛巾。好哦，早点休息哦，晚安，拜拜。早安，我怕你管家迟到啊。我来不及，我现在最邋遢的状态。邋遢你了吧？天了一整天，啊，到底要做些什么事情呢？很漂亮哎，你看早上领取。风哥、尾鱼，你们早餐吃饱了吗？还没，还没，还没，我们才刚吃。好啦好啦，要干嘛啦？来，请问爱死我们要做什么？峰哥可能要麻烦你先到处理厂找我们的阿凯组长，然后尾鱼要麻烦你到中继站找思婷领班。好，思婷要教你怎么整理房屋。好吧。面对现实吧，因为我们这边比较偏远，那所以说，我们垃圾都必须要自己整理好，自己送下站。那这就是唯一比较辛苦的地方啊。真的、哦、对真的。车程多久？1个多小时哎、差不多。哇、wow, 差不多每天这样送啊、没有，就是固定礼拜三休院的时候。哦、好了，那等一下就下班。好像要刷雨棚对不对？对，就是帐篷外面要把那个一些污垢把它清洁掉。这样子吗？这个不会刷干净哎，这个还要用清洁剂。哦、对对对，你好、欸，会把那个绿色青苔会把它清除掉。真的耶，所以那应该边喷边刷边喷吧？我们一般都一个人做而已。那你一个帐篷大概清洗多久？大概要30分钟。你这样一天平均要洗几个帐篷？一天我们几乎18个帐篷都要清洁完毕。哦，十八？对，18个帐篷乘以30。那要九个小时，差不多，就是一天的工作。太酸了吧，这个手。就是我觉得我们刚好来的这个高级懒人露营区，其实算是蛮有规模的。一系列的流程其实是有个 SOP， 很像是饭店的模式。关山那一集就很像是融入了别人的家里，可是这一个好像是我们自己经营了一个露营区。